你爹在西北好吗？嗯，我爹去世了。啊，去世了？这他跟咱们不一样啊，他是练武的人，应该活大寿啊。土匪打黑枪，这辈子我跟土匪算不完的账。哎，这年头到处闹土匪，不是为了土匪，我们也不会搬到这山上来。所以我找了很久才碰到大爷。哦，人家到处说起的小白龙，原来就是你呀。哎，好极了，好极了。来，你们见见啊，这就是香园。哎，这位就是我常跟你们提起的方少爷。啊，香园就是你啊。哎，说话呀，每天聊方长方短的，怎么见了面到三扁担打不出口气来了？娘，这哟，香园妹妹还是张桃花脸，快揍了。哎，怎么回事啊？我们香园啊，打小许给这方少爷的，两下里还没见过面呢。哟，还倒是砸店的，原来是新姑爷上门了。对，二婶，砸店的，砸你个头啊！爹临终的时候吩咐过，要我到金沙山投奔您老人家。哎，好好，都是自己人，来，我先带你去见见老奶奶去啊。哎。自个儿说吧。我叫方少卿。啊，什么？方少卿。啊，程咬金。奶奶耳背，你大点声。奶奶，我叫方少卿。您的孙女婿来了，是西北老方家的，来讨香园做媳妇儿的。哎，这那么香园要去当媳妇儿了？是啊，香园要走了，叫香园。姑姑，姑姑，奶奶叫你。小鬼，走。奶奶，姑姑在这儿。香园，来，多管闲事。奶奶叫你吗？奶奶，你爹说老方家的人来了，你怎么说？爹娘做主，有奶奶在，你爹娘还做不了主。奶奶说了才算，你急什么？奶奶还没死呢，你就想长了翅膀飞来？往后的日子谁来伺候奶奶？是他自己来的吗？你这个人莫名其妙啊。小月，奶奶也活不了几天了，牙也咬不动了，耳朵也听不见了，可怜这两条腿三步还赶不上你一步。你一定要走，奶奶也难不住你，可是你要摸摸良心，有你奶奶一口气在，你就别想做老方家的人。哎，副长，这卖酒的，您瞧。Thank you.
dass ihr dabei kommt. Habt ihr verstopfte Ohren? Was habe ich gesagt? Oh, weg da! Runter hier! Ist denn hier niemand? Bedienung, Bedienung! Bisschen Tempo, Tempo, wenn ich bitten darf! Oh, jeder Gast ist König bei uns. Schon da, schon da. Guten Tag, die Herren, guten Tag. Ich begrüße Sie, ja, ja. Zu Diensten, zu Diensten. Gibt's was zu essen? Ja, schon ausgeschlafen in der Küche? Die Herrschaften möchten was zu futtern. Macht Feuer, macht den Reiswein schön heiß. Kocht Hühnerfleisch, zartes Schweinefleisch und Reis und auch frisches Gemüse. Damit die Herrschaften sich so richtig vollschlagen können. Aber beeilt euch!没噎着，没有啊，酒也喝过了，喝过了，没呛着，没有啊，那么就请，怎么还要留我吃晚饭？没空，我们麻烦你汇汇账，我们小本生意，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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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好好。什么？这个你吃一颗就知道是什么了。走了。哎，慢走，慢走。哎，不送，不送啊。哎，不送，不送。哎，帽子，不送。哎，伙伴听着。哎。饭也没了。没了。酒也光了。光了。要钱没有？没有。要命一条。一条。你们瞧着办吧。啊！强盗，就是他！吃了饭不给钱的才是强盗。昨天晚上是你带强盗来的，害得我们连税银都丢了。哼！正好拿你去交差，处长，快下命令，你抓住他，抓他，是，抓住他，快！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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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头顶一片青天，我方某人堂堂正正、规规矩矩，绝不做强盗，也不劳你的价拿过去问罪。倒是吃了饭理当付钱，你付钱走路，否则我让你有头吃不了饭，有腿下不了身。拿五块钱来买条老命。是。张德彪，是吃了人家的饭为什么不给人家钱啊？再要平白无故欺负老百姓，我就把这五个洞搬到你脑袋上。是是，您放心，我这次回去一定卷铺盖回家，再不当总督府的差。走。
哎，快走！拿去。你们都在这儿。哎，少卿啊，我们没想到你身上有这么好的功夫啊。我还以为你被枪子打死了呢。是啊，早知道你一个人能打他们这么些个人，我们也不用商量躲到后山去了。真对不起，惊着了大家，我不该跟他们闹，说是收税营的迷了路了。嗨，活该啊，三两个月就收一次税银，收来收去啊，把我们搜光了为止。难怪昨天夜里有马贼打了劫。嗯，马贼？嗯，都蒙着脸，一个个好功夫。唉，也该有人打抱不平喽。奶奶，奶奶啊，闹事的都让老方家的给赶跑了。啊，跑了？打跑了。想不到这小子还有两手。香园，奶奶，你跟这小子怎么说呀？不是奶奶做主吗？嗯，奶奶哪有心情管你们这么多的闲事。趁你奶奶还没死，还有口气在，好替你争房子、争地、争嫁妆。奶奶，奶奶，我不嫁，我要伺候奶奶。香园，别气我了，你用点心，好好的伺候伺候你们当家的吧。这碗红枣汤给那个方叔叔送去啊。花生米，别告诉他是我让你送去的，懂吗？懂。谢谢。啊，我忘了，姑姑说让我不要告诉你，是她让我送给你的，懂吗？我懂。花生米，你爹呢？我爹？哦，你爹病了，躺在屋里呢。哦，我走了，姑姑还在外头等我呢。我给刘小姐熬了点鸡汤，你拿进去。我生病的人嘛，该多照应点，是。